哇，它变了。真的变了。是的，他们变了，因为他们都穿了千诗婷脚型内衣，一拉二缩三固定，完美身材穿出来。挺胸做女人，千诗婷脚型内衣。据民意调查表明，90%以上的亚洲女性对自己的体型很不满意。青春期的含胸驼背，成年后的难看胸型，中年后不断干瘪下垂的胸部，让女人失去优美体型，也失去美丽和自信。现在难堪的过去终于要结束了，因为千诗婷脚型内衣来了。它不是穿在外面的绞丝带，却能让你一穿就直；它不是虚假的海绵文胸，却能让你一穿就挺；它不是化学药物，更不用动手术，却能让你一穿就美。一拉二脱三固定，千诗婷三步打造完美身姿。第一步，拉背。千诗婷脚型内衣的肩部采用加强双肩带设计，一拉背立刻直了起来，紧贴脊椎的单根超软合金条维护脊椎，有效提拉胸部，给正在发育期的胸部自由开阔的生长空间。第二步，脱胸。千诗婷的面料源自西班牙进口，内含高弹纤维和由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的优质莱卡，高强弹性加上大于90度的U型立体脱胸设计，有效地将变形外扩下垂后的乳房恢复挺拔丰满，腋下副乳不见了，背部勒痕消失了。第三步，固定。我们知道乳房中的脂肪就像流动的水，如果没有外部固定器，脂肪就会向手臂和腋下流失，胸部不仅不会变大，还造成上身肥胖。千诗婷就像一个外部固定器，帮助胸部塑造完美挺拔的胸型。只要你每天正常佩戴，即便晚上睡眠时卸下千诗婷，脂肪也不会再流向腋下和手臂，让完美胸型从此固定，不再变形。而且千诗婷在背部添加了大量纳米远红外成分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加强组织代谢。八块磁石按摩并刺激乳根穴，增强胸部微循环，疏通经络，保健身体的同时真正丰满乳房，只需15秒。扔掉你不合身又麻烦的美体内衣吧，穿上没有罩杯的千诗婷脚型内衣，它可以和你任何一个文胸一起佩戴使用，合身简单又方便。扔掉让你透不过气的紧绷内衣吧，千诗婷采用国际领先的镂空式6角菱形编织，贴身不紧绷，穿着舒适，让你想怎么动就怎么动。如果你刚刚开始发育，那一定要穿千诗婷；如果你对自己的胸型不满意，那一定要穿千诗婷；如果你对自己下垂的胸部束手无策，那一定要穿千诗婷。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动人的身材，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千诗婷。她对你的身体不是被动束缚，而是主动调整，给你想不到的变化，给你看得到的美丽。一拉二脱三固定，完美身材穿出来。挺胸做女人，香港千诗婷脚型内衣。17岁的学生小文，含胸驼背，胸围只有78公分，穿上千诗婷后，背部立刻直了起来，胸围马上增加7公分。第一次用千诗婷，就感觉呼吸通畅了，整个背都直起来了。一个月胸部就大了8公分，从70A 变成了70C， 背直了，人高了，胸也挺了，原来自己挺漂亮的。26岁的公司白领丽莎，胸型外扩，长期穿戴紧绷的绞型内衣，下围和背部的勒痕已经造成色素沉淀，痛苦不堪。穿上千诗婷后，背部肩部勒痕消失，贴身舒适，胸部不仅圆润集中，更呈现性感乳沟。千诗婷跟我以前穿的绞型内衣完全不同，舒服透气，背上勒痕都不见了，连腋下的副乳啊都包裹进去了。关键的是啊，胸部变得集中挺拔，而且还出现了性感的乳沟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自我感觉特别好。40岁的张女士，胸部已经严重下垂，碰到腹部，佩戴普通文胸，胸部下垂感依然强烈，穿上千诗婷，胸线立刻上升6公分，臀部坚挺。本来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还穿什么绞型内衣啊，可真是没想到千诗婷改变了我的看法，穿和不穿完全是两个样子，胸部恢复了挺拔，还仿佛每天都在给肩部做按摩，特别舒服。现在不穿千诗婷还不习惯了呢。15秒的惊人变化，女人胸是天生的小秘密，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动人身材，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千诗婷，她对你的身体不是被动束缚，而是主动调整，给你想不到的变化，给你看得到的美丽。一拉二脱三固定，完美身材穿出来。挺胸做女人。
千狮亭绞型内衣。